世界上最会说话的鸟。非洲灰鹦鹉是世界上最会说话的鸟，该物种说话能力强，天资聪颖，智商高，以擅长模仿人语闻名。除了能够模仿人类的语言，也发现这种鹦鹉在野外可以模仿其他鸟类和哺乳动物的声音。非洲灰鹦鹉属于大型鹦鹉，是典型的攀禽，对趾行足，两指向前两指向后，适合抓握，鸟喙强劲有力，可以食用硬鞘果。非洲灰鹦鹉是已知的几种可以和人类真正交谈的动物之一。非洲灰鹦鹉通常栖息在低海拔地区及雨林，群居性，喜爱在近河流与湖泊边的树上或棕榈树上栖息，通常树枝一起活动。其主要分布于非洲中部及西部，西从几内亚比绍起，东到肯尼亚西部，